另一個 fan club 實在年輕人啦，加油兩位先生，大家俾多啲掌聲佢哋。好啦，歡迎大家收睇咧，就係呢個 ADA 呢個香港隊隊長選拔嘅 final 啦，初六版係啦，咁就係由灰色衫攻白色衫嘅阿左對阿 B。首先先攻咧就係阿左啊，灰色衫阿左攻有黃色嘅左字啊，有而後手阿 B 係白色衫有攻咗藍色。好啦，首先講翻賽制啊，就係501WNWO 單牛啊，0101 cricket 賽制。好啦，阿左至182分開標，一個 double 16波。到阿 B 啦，嗱，佢行一支 top。非常非常工整啊！打到第一 round 開到標啦。好啦，見而家冇咩講嘅時候咧，不如我問一下金山豆啊，你覺得今次呢一個隊長資格，你覺得邊個有機會做到呢？我嘅支持 Overkill 嘅阿 Fi 啦，第一屆做隊長參加呢、這個第一次有機會做隊長喎。講到呢個情況，不如介紹啊，介紹一下阿 Fi 嘅歷史啦，不如好嘛？阿 Fi 嘅歷史啊，嗱好撚長喎，講極講唔完。我見到佢著住 Bullstar， 點解 Bullstar 係 PR 嘅？他除了 Bullstar Player 之外呢，仲是前 Dust Life 的員工來的。哎呀，這個真的很重要啊，這個前 Dust Life 員工就有這個 Phoenix 賽事，我們都很萬眾期待啊。聽聞這場標贏了就要擔旗了，要幫鳳凰機擔著香港旗。鳳凰機擔旗，是啊。現在阻住193分對阿 Fi 的257分，阿 Fi 掉個 Hatchet 就可以 call 標了，掉不掉到呢？兩次波了，看來毫無疑問都可以 call 標了。 OK 啊，沒錯，剩107分掉 Hatchet 了。動搖193，一支甩咗啊，中翻兩支波啊，要中咗啊，毫無疑問啦，剩76分，哦，先做19，好好啊，剩60分，壓力喺曬阿 Fi 度啊，阿 Fi 埋唔到就，究竟阿 Fi 係會57波定係沽七波咧？係選擇後者啊，沽七波啊，應沽七，好啦。輕描淡寫中埋啲波，哇！不得了啊！這個 high 點，這個 high 點，安全，輕取第一鋪，睇下佢樣幾囂屎，睇下，第一鋪就嗌安全啦。好，飲啖酒回魂之後咧，第一準備開始啦，亦都係501WNWO，由阿左自行先啦。好啦，灰色衫又係阿左啊，左攻右對阿 Fi 嘅，白色衫右攻左啊。好，都是可以第一支開標啊！哦，132開標啊！咩食虎嘅132開標？咁阿 Fi 會唔會係蹲四開標回禮咧？冇錯啊，繼續做 top 先嘅。哦，哇！跌到流啊！蹲六開標，蹲四都唔要啊！係啦，呢個信心嘅表現。流曬出嚟啦！咦，睇嚟老爺有少少壓力喎，人哋都唔開標。唔知係咪阿魚打得太大聲啦，老爺有啲緊張啊嘛。好啦，我哋睇下時究竟佢會掟60定係掟波咧？呢一 set 梗係掉波啦，老爺甩咗大佬機會啊！冇錯，仲要掟波添啊！好啦，做到個 hatchet 就191，蹲六加。都 hat trick， 好啦，老爺282分，睇嚟佢要掟個 hat trick 先可以過標啦。但阿 Fi 會重演翻佢啱啱縮翻啲呢一場141分輸俾個80幾分嘅。哎，老爺甩咗喎，但係剩170仲有機會過標啊！好啦，到阿 Fi 191分，佢會點交標咧？好，第一標啦。一支特登，一支十八啊，波邊十八啊，得翻兩支波剩80分啊。喂，落埋。哦，係啦，到咁嗰啲標，去到後段大家都有啲手緊喺度，睇下六爺把唔把到170分，好，剩緊85，好啦，願無意外剩50啦，哦，錯啦，非常靚啊，得啦，好啦，多阿 Fi 可唔可以成功又整個 high 邊，鋪12鋪，第一支。
我有信心啊，边煲啊？假标十二，好，正应该冇走鸡啦。好，我拨金粒豆，呜，败咗。好啦，今日前德山变工阿肥咧就已经先两铺零一二窿啦。好啊，去一去广告。好啦，广告翻嚟咧，咁就系去到第三壁啦，就系佐治对阿肥嘅队长决赛啊。咁就首先系阿肥已经赢咗两壁啦。阿如话想赛后你点睇？佢想有段嘢要拍一下。好啦，我赢四码开标啊！四码开标好渣啊！你系我哋请到做老爷背后嘅女人阿如。诶，你好啊！你哋喺度做紧咩？系咪倒录啊？系啦，系倒录。咁，咁其实佢哋两个都系呢个硬标嘅 Charlie Stutters 嘅队友啦，我都唔知帮边个好啦。咁如果你話計精彩嚟睇咧，我都想係阿肥咧攞冠軍，因為我想佢拎住支旗做香港代表隊嘅隊長。我諗全場嘅人都中意阿肥攞支旗多過老爺咁樣。老爺平時好少擔大旗啊。佢應該唔夠力。佢應該唔夠力。冇錯。我諗仲有得，就算阿老爺贏咗，都阿肥攞阿肥擔嘅。因為老爺應該會指派阿肥去幫佢擔。係。其實佢哋只係爭緊獎金嘅啫。好像今天的獎金冠亞軍好像差1500和2000大概大概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都是收歸各有的啦，是吧？我收了一份，我不收兩份。好了，看回賽事那裡了，現在剛剛老爺封了2019，好，我們 zoom 近一點看看。講一下第三彎，就是老爺先手，就以60逼緊去57，咁阿肥而家第三彎就行出去兩支出邊，再哦一個精彩嘅八孖啊，54就要變咗就變咗60-111，然後阿肥又多過18位嘅，老爺冇出乜都拉嘢啊呢個，好啦，哎呀緊緊得5孖，阿肥會攞分先定封位先咧？要想想這下，如果計fit應該這個位置要做100碼了，好好了，這做到16 triple 了，中埋15 triple 做不到呢，哎呀7碼啊，只有幾個人說而已，看來大勢已去，看來阿肥擔旗的機會越來越大了，阿肥應該阿肥應該3洞直抄了，阿左老爷不甘示弱，会唔会还张床呢？真系喎，系咪差支？精彩一张床啊！今次又即刻还翻张10床，踢翻转头先。而家分数老爷系184对111分啦，但系阿 B 吃住两个位啊。虽然现场听到好似好少掌声，其实而家呢度有成100-200人喺度睇紧呢个比赛嘅。在鏡頭背後有一千人在立喊座位，網上面都應該有10-20萬人。好了，這支現在184-165，阿肥一定要中這18攞分了，哦，串少少掉支布，但是甩了，是了，不要緊。好了，老爺阻止了他，叫他的馬蜂回轉頭了，又第一支18支布變咗 single， 唔緊要，仲有一 try， 照封埋佢。好，想封埋喎，16 triple 中咗。16。哎呀，爭兩粒啊！阿如話佢老花，阿如應該要同佢配眼鏡。唔好啊！好啊，阿肥一掉兩孖16，再封15。哦，歐博添。好啦，阿肥開始有啲緊張啦。阿肥阿肥嘅經驗咧，佢應該就係話：，我贏完兩粒之後，諗下都係唔想做呢個擔大旗嘅隊長啊，所以佢想輸翻落去喎。我哋諗下佢等陣轉頭行出去講啲乜嘢，大家觀眾可以而家開始估下啦。好啦，老爺15 triple 中咗，16要封啦，升球咁啊 ，double 十六，呢啲咪老標手咯，十六爭一 double 爭一粒咋？呢啲後輩冇乜學啊，成日都 triple 封位，學下啲 double 封位啊！好啦，睇下阿肥可唔可以頂受咗壓力，然後做埋佢啦。哇！已經飛咗好遠啦，飛咗8-11嘅位置。
好，全部要修正到做翻一支。好啦，吃緊少少分，double十秒鋒啊！緊要啦，嘟嘟。哎呀，還翻一支杯 double 位嘅邊邊十五俾阿老爺。好啦，各自都是爭少少分，然後兩麥喺嗱分數上面，老爺就兩支十五，一支十六就可以吃翻分，兼吃翻個位啦。係啊，你知好啦。好了，老爺做了個全部十五，再衝十六，好，喂，再落分了。跟住兩支杯啊，分數係289-245啊。好，老爺，喺第三局一啦，攞翻粒先，而家嘅比數係2-1。好啦，好老友啦，大家攬頭攬頸。好啊，大家應該估到阿 Fit 啦，會話啲咩啊？會話你影響咗佢嘅表現啊？咩都係每個標手必經嘅階段嚟嘅。七碼啦，哎呀，四碼咋？好啦，睇下後手嘅老爺會做啲咩啦。好啦，喺第二番位置嚟變咗三碼十位。好啦，阿皮會選擇進攻去封佢定點咧？好，佢想試封啦。繼續審視風，係仲精彩，精彩。哦，我哋選擇唔攞分都再封位先啦。壓力喺翻個 feed 度啊！好有機會去到 decider， 你估下 decider 佢哋會揀零一定揀 quick 咧？我諗都係高手過招定揀 quick 啦。喂，不過有啲問題想問下希仔，你點解掟唔中都佢講英文？